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继续来讲介绍悬空学。啊，悬空学有沈氏，沈珠乃沈氏悬空学有两本书，这有两本啊，上册与下册，沈珠乃大师作啊，正三年地理大悬空秘籍真本，啊，里面。啊，我们有其中有一段，最后有一段悬空秘籍的，好，就是说不知来路，焉知去路？嚯，这个哈，不知来路，你怎么知道去路呢？和佛学的、佛法的完全相契合，这是悬空秘籍。我想各位以后你们有时间我们再回来高级班再来精进也不错，但是让各位先了解一下，不知来路焉知去路，盘中八卦皆空，未是内堂焉是外堂，局里五行尽错，成气脱气，转祸福与执掌之间呐、啊。哦，这个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左哀右哀，辨吉凶以毫芒之际。左哀右哀，辨，好、哦、吉凶以毫芒之际。再来呢？天星，好，天星一天星斗运用只在中央，一天星斗运用只在中央，而千变莲花根蒂生于点滴，啊，夫妇相逢已道路，却嫌阻隔不通情。耳顺尽在与门庭，犹记胸晚会笑意。哦，这个告诉我们，风水学如果错了，啊，家里出不孝子，嘿，你任你再怎么弄，你都不莫可奈何哎。还好，我们有送各位，那个第二届的。都我儿子上过了，第二届的讲义也送给你们嘛，有没有打包送回去了没有？啊，那第二届的讲义的啊，里面我都有讲的清清楚楚。啊，千变莲花，哦，那这真的很妙耶。所以我们悬空学的，说实在。我们要了解它，要一段时间，但是不要怕。哦，我把它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回去要认真读。好、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网络好了，你们就把那个报告心得实时写回来，我看一下，了解一下，也许你们的领悟会更高。啊，也许一定会的啦。好、哦，那么我们来谈到三元九运。哦，三年九运呢，就上中下三年。天运呢，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好，每一元有六十年。
我们叫一运、二运、三运、天运，四运、五运、六运、七运、八运、九运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第八运来了。好，那么五运皆空，五运皆空，五运从哪里来？就我们从我们后天八卦，后天的肉丝，先天河图，后天肉丝，肉丝的五入中宫，五，好，这南边是九子，好，北边呢是一白，好，坤宫的东南方呢是二黑，是东南，好，西边呢，好，是对宫，对宫呢是西边七次，西北是乾宫的时候是六白，好，这个西北，这个东北艮八白，震呢是三碧，巽呢是三四绿，这个是我们的洛书，河图洛书，就后天卦，后天这个八卦它的方位和它的数，南北合起来都十五，合起来是十五，这边三七十五也是十五，好，二八也是十五，好，六四五也是十五，一九也是十五，所以整个全部的五都是十五，是后天的完全五运入中宫，还有五运皆空。皆空的静止状态，好，审视悬空学了。悬空学从完全静止状态，但是法无定法，法非法，非非法，非亦非法。整个地球的存在，它的转也不是自己能转，必须要仰仗的九大行星，还有其他的行星的力量来相牵绊，来牵引，所以它的转是自转，你公转的。好了，每二十年一个轨迹，二十年一个轨迹，那是光接受到太阳系它的光呢，在地球上二十年是一个轨迹。接受光最强的是二十年，一个在扣在转，所以悬空学呢就是那么妙，和佛学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真的大彻大悟，把这个古圣先贤几千年前的我们中华文化，以修行有心法，又把它另一个境界的禅解，好，把它解释。所以五蕴皆空，啊，五蕴呢，我们佛学的这个蕴，好，五蕴皆空就眼耳鼻舌身，这是五蕴。眼耳鼻舌身，眼睛所看到的汇集在一起，产生一种一种力量；耳朵所听到的，鼻子所闻到的，舌头所甜到的，身体所感触到的，都是五蕴皆空。空我们就思想，我们的思想，但是我们易经和风水悬空学里面的五蕴，五是中宫，
哦，是中央戊己，戊己五运呢，哦，它是完全静止状态。这难即难，难是难，别是别，好，东即东，西即西，好，这个就完全静止状态的时候，叫做五蕴皆空，我们所讲的落思，落思，就后天的。是叫后天的，也等于我们时钟的那个盘在转，时钟盘的在转转转到最后几点几分几秒，现在11点，哦，50分，或是几秒，这个就是果，这就是一个果，啊，就是，那么果是什么果呢？果在哪里？哦，果是我们所得到的三元九运，哦，够功与够功，够八卦功啊，之调和所生之果。果又是吉凶祸福的吉凶，这是果。曾经我看过一位啊企业家大师，彰化八卦山脉，我说，哎，你这个风水六运发得不得了耶。他说对呀，但是73年开始一直下坡。动也动不掉，挡也挡不住，刹车都失灵了。对呀，我也刹车是真的失灵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啊，怎么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，啊，我的祖先有在作怪吗？我阿弥陀佛，你祖先的莫火奈何，因为祖先这个卦位，啊，一到七运来，六运大发，七运来呢，你应该做一些补助啊，要修造一下，让它重新法轮再转。一旦来到七运的时候，转到这里已经卡住了，光照不到了，太阳的光照不到了。虽然太阳照得很亮，但是光是照不到。他奇怪，我现在很热龙魂的，怎么光照不到？这有一种叫做五运，一种气。问了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你该调整了没有调整啊？那是最好拿起来，请起来，等到在40年后再来安葬。他老师啊，40年后我死翘翘了，把他放在那边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管理还不晓得嘞。所以就诸法无常嘛。你知道了，卡住了，哎，你把他请起来，放在。请我们的老祖宗们，请他坐在纳骨堂来的呢，就不会受到这个地球磁场，不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引力，然后再间接反射到我们的每一位有缘的啊子女们。子女们为什么会影响？因为我们的精气血，我们的身体精气血三宝。啊，然后生成我们的骨髓，骨髓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高单位的，里面有很强能量在骨髓里面。那么骨髓呢和我们的子女都有血缘的关系，所以你这个骨髓里面产生变化，啊，接收到游离电波的时候，你的子女们你也会收到游离的电，让你的思维卡住了，动也动不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的风水呢，好道理在这里，并不是说祖先们对我们作怪。啊，祖先灵魂是灵魂，
这个骨，灵骨归灵骨，灵骨是磁场和磁力线的共同关系，灵魂是归灵魂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哇，我一直在超度我的祖先们，我这个风水不对就不对。我们一位师兄，他祖先的风水，后面人家两个刀子咔着下来，里面的长脑瘤，还是二房的脑瘤，二房的，大房的二房的脑瘤，二房的二房更严重，三房的二房也是脑瘤，嘿，那个是怪得很。哇，请人家去跳档啊！现在做什么没有用啦？跳档是跳档啦，请那些法师来诵经也没有用啦，因为他听不懂经。后面那两个，人家那个做风水的，那个墙他听不懂经，照冲不误。问了怎么办？拿起来嘛，最有效嘛，拿起来真的好了啦，好了嘞。那法师们，也很高兴。哎呀，诵经有效，要诵经赶快多祈福有效，有效就好嘛。我管你什么方法，反正会影响的。拿起来，不然你木不化的，一个一个倒下去。这是我们后边，也是风水的法则，也是五蕴，它气场在转，反正产生面，地球在转。风在吹，风在吹呢，产生摩擦，摩擦呢，在这个方位里面又复合的九大行星的运行，它的气产生了游离电，产生游离电就造成里面的灵骨导电到里面去，里面的灵骨呢，骨髓，你就产生叫做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也叫做回向。回来不好的向着我们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啦，太多太多，所以我们悬空学是从完全静止状态的状态之中，来开发出三元九运。那么我们三元九运呢，从五蕴。开始，4、3、2、1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五蕴就入中宫，五黄入中宫。五黄就我们所讲的戊己，戊己入中宫，中央戊己土，五黄入中宫，五黄里面就包含了有阴阳，所以他的年呢，在民国33年至52年，33年到52年，这个。从32年到13年退回去，好，那到这里来呢？好，我们六运呢？好，民国53年到72年，七运呢？72年到民国93年，民国93年到112年。112年到133年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圣贤他们推下来是这样的。至于你怎么样来了，我们暂时就搁在一边。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已经走到八运，八运是庚，八白是庚，就是少男，是少男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。完全入中宫，叫做五运，5、6、7、8、9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我们叫五运入中，
完全静止状态，中央就是戊己土，就黄极哦，戊己土也是中宫，也是中央，也是黄极。黄极，过去所有的易经所讲解的，都是从五黄入中宫来推，没有他转了轨迹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很多的风水学都把它固定为不变的法则，事实上会变。今天这个凶神恶煞，明天呢会变成我们的大护法，今天的大护法也许明天会变为凶神恶煞，才有世间很多人啊，公司在用人的时候开始他来让你提拔，提拔好了以后就会换你咬你一口，这太多了嘛。那原因在哪里？他在转，他的轨迹在转，原来是好的，转到这些呢就是你不利的方位。这个方位的运行，我们下午这个课程呢会在才会跟各位来讲解。好，这个三年九运究竟它的运行，掌中的运行是怎么运行的啊？我们这个有掌中学啊，三年九运呢，好，我们也在我们的掌中。我们掌中呢，中央是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各位，你们这个程序，现在要各位你们注意。啊，这个下午拷贝更多的给各位同学哈，拷贝多一点呢。好，给各位同修和那个九宫格啊，考不给同修省的话，我们顺序再来，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，啊，一百北方。一百北方水，好，九子在南方火，好，坤宫在西南方土，好，对宫在西边这里金，这一点是为乾为金，好，这里为艮为土，啊，这边为震为木，这个巽为木，势力，所以在我们掌中。这里记住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不是这样哦，就五入中宫，中正是五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好，你们这样算，好，你们手拿起来推，好，按照这样来，好，五，我们不是看手相来，哈哈。啊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八卦掌不一样哎。我们这里乾兑离震顺坎艮坤嘛，八卦乾兑离震顺坎艮坤。我们这个掌呢是乾啊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叫悬空，悬的它在立体在交汇，就是悬空。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，要这样聊哦。啊，逆顺行，顺行顺着算，顺行五六七八九，好，顺行啊，顺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。四五，回到中宫，五六
五六七八九一二三，好，你看，很好玩哦。你们自己算，这个算什么？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个变式绝对是不变的，程序这么转是不变的，程序这么转是不变的。好，程序数，哦，或是再来一个。啊，再换来说，或是从1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是一运，这是一运，程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，好。1、2、3、1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，算法，好，二入中也一样，好，二入中，好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，顺序是这样来。啊，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，这转过来。好，你们说的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，你不管什么数进入中宫，顺序这样，就从这么来，从这样来，好，顺序就从这么来，好吧？顺序啊，会吗？转看看喽，你不要把它转错喽，啊。正转逆转，我们这，也许明天就会教过阳顺阴逆，怎么是阳，怎么是阴呢、啊？好，我们顺序就是从这么转，不变的道理。它地球的转，好和星系的转，就从中宫完全静止状态进入动的状态。好，那么状态是怎么写？固定的，就是固定这样来。固定就是这样转，好吧？哦，这个呢，好，I 星的法则，这个里面这样 I 星呢，看到虽然是很复杂，你用熟了就很简单，反正就顺序从这里来，这样来，按着来，按着去，再回来，然后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都是这样回来，哦，这样就再来。这个固定的法则把它转好，转好了，好，你接下来你才好办，不然的话，你接下来你要接不好接。这个和这个不一样哦，这个和这个都挂这不一样的道理哦。它是哈、哦，好，它是这、就是从前训开始，从这边来或从这边回去，好，从前宫来，好，训宫。回来，从巽宫去，又是从乾宫回来，哦，你们中午有空就算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好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啊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，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。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，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，哈哈哈！你知道吗？很简单啦、啊，你这个反正规则，哦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这是一个规则，难道你可以的？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好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逆行。好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顺行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好，啊是逆行的，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顺行与逆行都同样这个规则，是吧？很简单了、哦，算一算了，你说的都很灵活，嘿嘿，很好玩哦，哈哈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早上课程到这里为止哈，啊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